赖里面有一个就是天生的脑血管就是跑上一点点，他叫我不能太常生气，太常生气爆掉的话我会跟纳豆一样。哎，他就说我的那个脑袋里面有一个就是叫什么，就是小小的那种，就是很小很小的那种，就是天生的脑血管就是跑出来一点点，0.1还是怎么的，他叫我不能太常生气，太常生气爆掉的话我会跟纳豆一样，就是不可以太生气，就类似小小的，很小很小，就天生的，就每个人的血管应该就是弯弯曲曲，然后没有就凸出来的地方都我有，对，但是 OK 啦，我控制得很好，我脾气又很收敛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是很 OK。 这件事是多久？一年前，但我应该还会再去做，对，我都会去再做，我都其实我不知道，我也蛮建议你这样做乳房什么超音波什么都，对啊，我也这个是蛮精密的，才会检查到，就核磁共振全部躺在那个躺半个小时啊那种啊，哎，我很怕死。为什么怕？有吗？你刚不是说什么天注定什么的？啊，那个讲是讲了，但真要死的话，我也是会先跑的，你懂吗？我是一个真的要死，我也会先赶快先想办法先逃脱的。对啊，所以你还是不能让死就明白无故让你给你死啦，你还是想办法挣扎一下。所以我还会准备一些东西，还有平常让我保健，或者让我就是保养的方式这样。无聊，你懂吗？真的很无聊啊！是我的话，我人生不会这个方向，你懂吗？这个方向感真的差太多，你应该是好好用心做你自己，你懂吗？就是你这样的搞，你说实在的，你赚不到钱嘛，你还亏钱啊，然后你人生还什么屁都没有啊。大家现在看到了，你的问题不是因为我东西做得好，而你们离开了我，你刚说对吧？然后跟我要钱，人家把话留派给你，就偏偏要难看哎、欸！我只跟你讲，很难看，很没有尊严啊！是我啦，一股气啦，我骨气很高的啦。今天这样，好，我这样。该给你的我给你，不该给你的我跟你讲，我一口就不跟人家拿，你懂吗？我的个性是这样，我就是花花后面要跟他拿钱，然后你做什么事，你懂吗？我是被别人呛成这样子，还说啊，那你要撤掉那些影片嘛，因为那种人生有很大的影响。那不好意思，那你对我做的事情，你有想过吗？今天会付出代价吗？因为看准了我不会跟你们出手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们跟我做朋友做太久，你就有心很软。我不好意思跟你们差到顶点的话，我还是会出手的。你有给你机会了，给过机会了。懂吗？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感觉。